杀父弑君呐、啊！花吧，儿臣绝无背你之心呐、啊！不若互相残杀，受先受损的是你的皇位呀！功德所有，尊荣贤位，逐出后宫。额娘，我来说，我会，额娘求你了。朕年近七十了，临朝听政有60年了，这要感天动地了。今日朝会，皇上将亲口颁布懿旨，确立后继之君，众臣领旨。未来娱乐台荣誉呈现《康熙帝国》，最终回。